你们一起骗我！你们联合这个什么都不是的外人骗我！小然，你为什么要逼花花离开我？为什么？可我为什么这么做，你不知道吗？ 你觉得施花花配得上你吗？你是双料硕士，全 A 毕业，22岁独立接手斐然，每年掌管的资金上亿。他呢？不过是个山里来的村姑，要学历没学历，要能力没能力。他接近你就是为了你的钱和财产。跟你一时为爱冲昏头脑没关系，我来。 我来帮你清除这个不该存在的人。周主任，你还没有长大吗？你不晓得花花对知斐有多重要吗？小然，你从小和知斐一起长大，现在他好不容易有一个喜欢的人，你怎么忍心拆散他们？而且我都看到，你给施总看你手臂上伤口的时候，他有多难过，多心疼。伤口。 真的是因为喜欢施花花，才做了这些吗？我喜欢他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喜欢这种人啊？ 全都是因为他莫名其妙从天而降，不仅当上了斐然的代言人，还让歌迷每天围着他转。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每天也都在聊他的事儿。我拼命努力，提早完成学业回家，你一句话都没有。你心里，你眼里，全是他。 还有，你们在一起的消息，我也是最后一个才知道。哥，我还是那个你喜欢的小孩。